山水画它用的笔比较少，啊，但是也是要有几种笔，它画起来才会比较，顺手，啊，譬如像说，像这一支，它就是一支叫做三马笔，三马笔就是所谓的硬毫，啊，它弹性很好，它这样一放下去，它都会弹起来。像这种笔，它就是弹性很好，一般在画的是那种石头，比较好像说是比较有一点峥嵘的。啊，就是说起伏比较大的，那像这一支就是所谓的羊毫，就是软毫，啊，有时候在染色，在做烘染的时候，它的效果很好。那介于这两种中间的叫做尖毫，尖毫就是说也不是很软，也不是很硬，然后这种当然就是在画家本身他在画画的时候，他可以。选择说这个时候他要用什么笔来画，那一般就是硬毫，然后软毫，然后就是尖毫，那这样就可以画画了，啊，那至于就是点景人物，啊，有时候可以更细的，啊，就是用这种很小的，啊，就是我们一般就勾叶脉的，啊，这种小笔，啊，然后也可以用稍微比这个再粗一点点的这种，我们一般称为小红豆笔。啊，这个都可以画，像说桥梁啦，啊，车啦，船啦，甚至于就是小房子啦，人物等等都可以，啊，那除了这几种笔以外，还有所谓的排笔，那排笔也是，就是画比较大面积的，它也有所谓的软的排笔，啊，这个是羊毫的排笔，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狼毫的排笔，那一般就是排笔是用这两种，一个是硬的，一个是软的。那以上这一些就是，画一张水墨画，甚至于就是花鸟画都是一样，这样的笔就够，基本的就够了。